네, 안녕하세요. 김수현입니다. 超人气 韩星, 金秀贤人红是非多, 陈年旧照与过往不断被翻出来讨论, 继先前豪宅地点遭搜出, 他接吻的手势, 以及他交过几个女朋友, 一年赚多少钱, 甚至还有女星摸金秀贤下体影片遭到热烈讨论后, 19号, 金秀贤以前代言内裤的照片再度引发讨论。 照片中的他相当稚气， 和几名男子下半身都穿着内裤， 但教授穿着又短又小的红内裤， 依旧还是最亮眼的。 据悉， 这些照片是由一家购物网站所刊出， 他们甚至公开刊登出另外一张漏鸟照。 这张照片刊登后引发争议， 当时大家误以为漏鸟的是金秀贤， 幸好事后查证是该网站经营者。 不过照片中金秀贤青春洋溢的笑容， 依旧令许多粉丝脸红心跳。